高雄古山区、苓雅区共有3000店面的生鲜先生连锁超市传出贩售过期食品。原来中信业者跟黄姓店长明知道冷冻的可乐饼、鲷鱼烧还有生鲜肉品保存期限不满一年，但是为了谋取利益，他们就把各类食品拆封，再以透明真空袋分装，再篡改保存期限。而现在呢，两个人分别以200万还有20万元交保。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，市调处人员跟相关单位来到生鲜超市稽查。现在是没有贴的，就要拿。进入冷冻柜仔细搜索，果然发现遭篡改保存期限的冷冻食品。只见冷冻柜里许多生鲜食品早已过期，但业者却篡改期限，还继续贩售。消息一出，民众讶异，会不会有疑虑啊？不妥当啊，就感官不好啊。位在高雄古山区、苓雅区共有3间店面的生鲜先生连锁超市，相关单位兵分三路稽查，发现遭篡改效期的生鲜食品184包，跟效期有疑虑的81包食品。原来中信业者跟黄姓店长明知冷冻的可乐饼、酒干赤鲷、卡士达鲷鱼烧跟生鲜肉品及火锅料实际保存期限不满一年，但为谋取利益，竟将各类食品拆封，以透明真空袋分装，等到要上架贩售，再指示店员以机器输出，自上架日起算一年保存期限的标签贴在包装上贩售。中信负责人黄姓店长当庭预知分别以200万元及20万元交保候传，其余3名店员予以请回。据了解，中信业者是国民党前立委钟绍和的儿子，议员钟义仲的弟弟，锁定高端客群，选在高价住宅区周边开设超市，标榜贩售国外进口生鲜食品，如今却涉嫌篡改食品效期，实在相当黑心。记者高雄这么道。